翻呢條咧就係已知 x 細過負七，如果 y 等於四減二 x， 揾翻 y 嘅 range， 我哋可以咁樣做嘅。x 咧細過負七，我哋由呢度可以出發。咁由 x 點樣變做 y 咧？首先咧，佢就係要乘負二先，然後再加個四俾佢。所以啦，如果兩邊乘負二嘅話咧，個箭嘴要相反翻，負七乘負二係正十四。好啦，下一步啦，就兩邊要加四，四減二 x 就會大過十八。而呢個四減二 x 咧，就即係我哋想要嘅 y 啦。因此 y 咧就係大過十八，亦都即係話啦，個答案咧就係 A 啦。